我叫乐乐，应届毕业生，现状求职中。俗话说得好，面试有三宝，西装金表电脑包，更好的是我都有。现在呢，我要先考虑怎么和交往了两年的女友留在一个城市。正所谓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呢就比较骨感。现在招聘会到底有多火？大抵与月初的高速路差不多，区别是没有车祸，一样的是都看不见出路。最终我过五关斩六将，逆袭了新浪乐居的面试官后，得到了人生第一份 offer。 那一刻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有时候一个不起眼的相遇竟然是一个伟大历程的开端。进屋之后的八秒钟，我环视周围，不是天天穿的，于是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我要换掉这该死的三件套。找工作呢，就像是出来混，最重要的是跟对人，要有机会的嘛。这里有蘑菇成才计划，把员工分成三个阶段培养：集中培养、轮岗培养，最后导师培养。我要升职，我要得到领导肯定，我要加薪，我要学习，我要奋斗。三个月后开始实践，让我来小试牛刀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疼死我了。还差一点，让我再试一次。坚持住，胜利就在眼前。乐乐是我，是他，更可能是你，总归是我们大家。我们分布在全国，有人已经发光发热，有人还在等待属于他的阳光。我就是我，我是蘑菇。